在这个充满活力的季节里，当足球的激情与梦想的火花碰撞，一位特别的身影在绿茵场上悄然绽放。他就是集颜值与才华于一身的任嘉伦。想象一下，阳光洒满球场，他身着战袍，每一步奔跑都仿佛在诉说着对足球的无限热爱与执着。那一刻，他就是我们心中的足球小子。镜头拉近，任嘉伦在场上灵活穿梭，每一次精准的传球。 每一个奋力的射门都让人眼前一亮，仿佛看到了他不仅在演艺道路上星光熠熠，在绿茵场上也同样能够独当一面，展现出不凡的运动天赋。不仅是乒乓小超，更是足球场上的新晋射手王。朋友们，看到这样的任嘉伦，你是不是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，想要为他加油打气了呢？快来评论区留下你的赞美之词吧！一句简单的帅气，就能汇聚成海洋般的力量。 支持他继续前行，在梦想的路上越走越远。别忘了关注娱乐热榜，随时掌握任嘉伦的最新动态。从荧幕到球场，他的每一次亮相都是对粉丝的深情告白。让我们一起见证他的每一个闪耀瞬间，共同守护这份难能可贵的热爱与坚持。任嘉伦用他的行动诠释了保持初心、不负韶华的真谛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他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我们：无论身处何方。 只要心中有梦，脚下就有路。他的优秀不仅仅在于外在的帅气，更在于那份对梦想不懈追求的勇气和坚持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让我们继续支持任嘉伦，不仅因为他的帅气与才华，更因为他那份难能可贵的真诚与努力。记得点赞、评论、分享，让更多人看到这位足球场上的闪耀新星,星，共同感受他带来的正能量与激情。最后，别忘了关注我们。 获取更多关于任嘉伦的精彩内容，以及更多娱乐圈的最新资讯，让我们一起在娱乐的世界里寻找那份属于自己的光与热。